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收看 Dreamcast StarCraft Masters 2022的亚特兰大，进行到的是八强的最后一个 match， 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 BO5， 更是 Sola 最后会不会成为最绝望的一个对战呢？再次对决到了 Maru， 有核弹的阴影啊，真的最强大的敌人。双方的第一张地图来到了 Tropical 热带祭品，右上角一点钟红色的是 Sola， 左下角这边浅红蓝色的则是 Maru， Maru 是要来裸双了，是不是？Sola， 如果你在这个波舞上面能够想办法赢下来的话，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没有错，最大的心魔，真的。如果都能战胜，肯定是可以走得更远的。我觉得 Sola 想的就是，你看打不赢就加入他，对不对？我打不赢，我就去跑去跟他同一队。观念正确，观念正确。没错，同队我们战队赛都就不会遇到了，对吧？我就会少遇到你一点。这个 Sola 今年跟马路对战过三次，都没有赢，都没有赢。最近一次是在那个 Africa TV 的那个 Champions Cup， 是打了一个3-1啊。困难重重。哦，马路直接机械化了。他是要机械化，还是要先飙车吧？火车开始开起来，还是等一下打一个20蓝火车？欸，可是20蓝火车的话，他这个 BS 是不是不会那么早？对。还是无所谓。看一下他的选择，他的 VF 直接挂剑，科技值是下去。等下直接按蓝火也是可以啦。哦，按了。直接蓝火火车啊，这么凶悍吗？蓝火火车，然后还有出围巾的，大家会站起来啊？收了，有跟一条狗去侦查、啊，看能不能看到。难内，很难内，看不到。零，这样子。顶多会觉得对方有可能是火车人，完全没办法判断，对吧？而且侦查还被封锁了，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对面没有把三矿直接甩在门口，补给站盖得很快，对，就这样而已，就这样，再侦查一次。堵死了，上不去了。蓝火要好了，20蓝火车搭配女妖，好，很难挡啊。这边马路是不是还故意先不出手？他一出手就是只一坨，然后还带着蓝火。
他只让 Solar 看到四台火车。你好啊，你好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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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完了完了，毁天灭地啦 ！BBQ 了 BBQ 了。哎、欸，但是他这个蓝火，他这个火车是不会站的、哦。你们这边烧到三个，现在还不够，跑到了三框这里，把口烧光。米拉工兵，哎、欸，其实烧拉躲的好像还不错哦，躲的算很不错啊，真的哎，没有被烧到什么工兵哎，哎、欸，但是有尾刀狗，尾刀的人来了，啊，我以为他要直接冲进去，他刚刚这个扭一个扭头回头好像就没有了。哇，收了一个完美防守哎！哇，然后马路已经发疯了，他要使出他最喜欢的，他要玩极速女妖，对，好快乐啊！他要开始开飞机了。哇，这个二十辆火车什么都没烧到，零，真的。收了是不是要膨胀了？不敢不敢，哪敢膨胀啊？优势很大、啊，优势很大，会看到香菇鱼呢、啊，好可怕、啊！这已经是一辈子的阴影了，真的。极速女妖要好咯，哎，一下下可以和火车打一个双线。女妖看起来好像是要直接切进家，你不等这个提议数，先找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打到点东西。隐形看不到，直接哎、欸、你瓦斯厂，先解这瓦斯厂，瓦斯厂爆了。哦，这一波蟑螂，我这一波蟑螂有点头痛哦。硬换，哦，手拉直接出一波飞糖哦，一次就按了11只啊。这样等下马路有点危险。嗯，马路这边对空现在来说是完全不太够，非常薄弱的。把这一波蟑螂给吃光。那就要看 Sora 怎么用这个飞糖扫一把扫描，有看到吗？好像没有哎、欸。现在才下 B， 已经晚了。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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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维基飞弹车被起眼了，现在岌岌可危，岌岌可危啊！岌岌可危啊 ！Sora 的春天。现在下 BT 已经来不及了，我硬盖把它盖好。认真吗？不行不行，这已经爆开了，这已经炸裂。啊！女妖回来也被点，只能说他有意识到，但是他扫描没有扫到。哇！上来机械化先送一分。直接一点导弹车了、啊，可以骑着。他有点担心那个鬼雷。哇，这后面怎么洗了？洗了40只？哎、欸，怎么洗了40只？对面还有50只啊？我差了90啊！哎、欸，蟑螂上去直接把鬼雷给引掉。这个飓风飞弹车是没有科技的，打这个飞弹打不完啊！飞弹直接骑了上去，马路。情况下还可以守得这么好，真的。这个蓝火车基本上完全没有烧到什么东西，光兵也是拉得非常的及时，然后从第一时间是有站在位置上。这
BB 也很关键。嗯，这个进化师也是帮自己争取了很多的时间。你这 highlight 有进步哎，慢着都点得到重点。可是这，好吧，也，可是这场就只有这几个交战点呢。第一波蓝火火车，然后也没办法剪得更差，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剪错的。1-0哦，好，双方的第二张地图是来到了 Mendance 地图的12连中方向，红色的虫族选手是 Sola。他是不是真的不把Sola当人看？有这种感觉。这两个病毒口吗 ？OK。两病死神。哦，今天马路拿出了很多复古的战术啊！真的耶。Sola一个狗吃开。不是要梦回2017年吗？很像欸，然后火车跳死神，再来还有什么？把复古的东西都拿出来打一打。飞过来看到两兵营，哈哈。但其实说到这边也还好，这是个狗吃开。第一时间很快，对啊，第一时间狗叔就在踢。这些双臂死神合理来说应该比较难跳到一些东西。看到这二框进度也知道 Sola 是狗吃开，没错，马路就出三只死神就开始转回枪兵了。死神也是要很小心的，狗叔已经好了。哇，爆了很多狗啊！狗压着真的是蛮多的耶。可是这批狗基本上你推过去你也压不到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口堵死。哇，这么稳啊！他怕受到发疯哎。哇，我以为他很痛啊。3:23就直接开伤矿，我把经济给偷回来，直接在主光边边放了一个碉堡。啊，回过头来一运吧。开始营运，我这地雷艾德有点早，他好像要丢出去了，
他会空投、啊、嗯，看起来是要往外丢，是吧、啊？这个时候就是五公兵啊 ，SD 到底。现在对虫族来说相对没有压力。嗯，就是、也是前提这个开局的关系啊，投资比较多资源在这三个死神上面，但死神在这个 timing 点是没有什么压制能力。哎、欸，我发现他放错边了，你有看到吗？有啊，马路放的是虫族视角。对啊，我老放的是人类视角。反了啊，大哥！又来扰乱我们了，真的。要投了，要来投雷了，四颗雷，直接要切到丢进去。的二矿，三个放二矿，哦哟，守得还不错，好像还没有炸到什么东西。没事，反应很快啊。嗯，什么东西都没有炸到，三只工兵而已。就想硬点。哇，虫族真的是 SDDD 到爽哎、欸。对啊，毫无压力。你看现在已经补到66只工兵了。硬杀了吧，走不掉了。硬换。怎么感觉马路今天打的有点随性啊？对，随心所欲。这医疗艇修好了，又是条好汉、嗯。第二台出发，继续空投。但是他这个是没有数码，也没有隐形的雷。感觉要投到还是有困难。嗯，两船医疗艇出来，枪兵先往外走。先等下收了的这个四矿压力会很大。哦，这边还是选择先打，硬投三颗雷出来。感觉他可以等一下的，这个有点过分。他应该要协同一下的。对啊。好、逼退四矿，一发雷，哎呦！哎、欸，哦，凭什么别人就是为什么 full GG？ 为什么马路的医疗艇不会被炸烂？对啊 ，Q 尔的就是直接炸医疗艇啊，他的就是炸口，医疗艇就没有损血，这就是区别吗？你的鬼雷不是你的鬼雷啊？有啊，他医疗艇还是有被炸黄，但等于说他只有吃一下边缘的伤害而已。持续的空投抢节奏，我想说啦，可能要不舒服一阵子。这个四矿暂时都开不起来。嘿。哇，九个！哇，那鬼雷怎么那么厉害啊？硬点重胎！哇！最尴尬，这矿该点下来又要被点掉。对啊，最尴尬。这边节奏提得很快哦，这边节奏提得很快。又来两船兵，哇！马路压力给的很大，来两颗雷又埋下去了。第一发没有炸出来，第二发炸的还可以。狗被清光啦，没有狗啦，狗死的有点多啊，甩光了。哎呦，赤蛇跟上来，好啊。收了的内矿要被空投了，
哇，这个没办法，他说啦，分不太出兵来哦，正面压力有点大哦，刚刚那一波上去死的狗有点多。鬼雷分批埋下，后虫挡在前面，但是后虫也第一时间被这个枪兵直接给秒杀了。慢慢的往后散，把这个毒豹都给吃掉。没办法近身，枪兵数量太多了。哦，伤害很高啊！马路就打着打着，拉出一个人口的小小差距。现在马路的二攻二防要好了，这个攻二防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点。上去毒爆变出来，这边可以开始往后缩，往后躲，炸了出去，后虫快没啦，差到点枪兵啊！哇，怎么又有颗雷？哦天哪、啊！不行不行，我快 hold 不住了，耗死了，快被耗死了，真的快 hold 不住了。鬼雷要继续埋下，好多雷，好多雷！哇，马路散开了。哇，是马路散开了，不是索拉散开了。索拉被炸成瓜了，这个真的要崩盘啦！救命啊！人口已经拉出四十人口的差距了，这个胖子已经顶在前面了，我已经续不起来了，这个已经切成一条直线了，完了，直接打死了，全吃。第一波四矿被逼退就很难再开起来了、嗯、四矿被逼退，然后战损又很差，这边蹭一蹭，然后又往四矿丢。哎呀，然后后续就是真的是像滚雪球一样，再加上马路的这几波压制是真的在操作上没有太多的失误，部队都有做到一个非常良性的交换，战损很好啊。那反而是说啦，这个五矿公司营运也很快、啊、嗯，说到的五矿反而实是开不太出，来到了第三场地图 Data C， 地图在左下角八点钟，红色的是 Sora， 右上角一点钟，蓝色的则是 Maru。这场应该要回归一个正常的单兵营，嗯，单兵营开局。前面两场都是放战术，战术套餐。看一下中期他会接什么吧。中期其实马路也是蛮多种、蛮多选择可以去做的。
对。哇，怎么看到 I 九啊？对啊，有人举 I 九啊，真的太久了，这个 ID 上古时代。哦，这场马路是没有选择出死神啊，直接香槟反应炉，直接挂双配。香槟反应炉。哦，这看起来是八枪兵空投一船兵吗？配合火车，看一下 VF 按什么。哦，他只是出四支枪兵出去抓网虫。哎呦，看到但是打不到。哇，你有泡面加两颗蛋呢、欸！现在虫族的口速都提的比较慢哦，所以前期拿这四支枪兵是没有办法、无敌般的存在。又要空投地雷，他真的很爱丢雷啊！毕竟他的雷不会炸自己啊，真的。直接走进去，哇！有一台刚好被卡死了，我哟，哦，是吧？这个操作很猛哦，操作可以啊，又卡死了，很溜哎，哦，可以哎，哇、啊，这些小操作还是很漂亮。后面要，哎、欸，我以为他后面要疯狂丢雷。这个 BA 放下去了，空投一船雷之后要接回火车。嗯，哎、欸，光兵要缩一下哦。这场的地雷会是隐形雷哦？对啊，还要丢出去了。隐形雷好，四颗隐形雷。偷老是有下包塔。放一颗，放第二颗。马路的这个 VS 时机点刷得很准，空投下来刚刚好盖好。啊，只得到一匹狗而已。我们来转解放者哦，哇、哦！骚扰的套餐啊，真的。东转西转。来了，解放者要来架了。我收了，完成，我提前看到，提前做反应，豹子爬行从第一时间扎根防守，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哎呦，还跑掉了，真是过分。他真的打得很随心所欲。空到火车了，想丢什么就丢什么、欸，真的、欸？怎么感觉他在火放、啊？他是阅兵是不是？哎、欸，我有鬼雷哦！哎、欸欸、我有解放者！哎、欸，我还有战狼！我还有核弹！我还有最后的手段！我还有核弹！是怎么会有战狼掉下来？傻眼，哭啊！重组之心才会这样，梦回重组之心，到底是怎样？
抓掉这只尖草王虫。也扫描看到了 Sola 的科技啊，看光光，这个雷还没处理掉啊。我马路已经补到八臂影了，等一下要发起无情的进攻了。狂风暴雨，不停的进攻。解放者，哎呦哎呦，修好之后又再来骚扰。先丢三船、欸。他这个矿的包子塔嘞，大概二矿不是有包子？不知道移去哪里？哎、欸，没有哎、欸，奇怪，不见了。哇，直接往主矿丢。打真好了，毒包很多，好，直接再走，没事。哎呦，哇哇，掉没有掉哎、欸，都会残血逃脱哎、欸。好、哦，直接把解放者加在这就可以按 F 二。嗯，开心 F 二。我们都知道马路就是个 F 二人组啊。基本上看他 TVT。他的 F2 键是亮一整场，好舒服哎、欸！这解放就等一下正面进攻的时候再来加，一样是可以策应一个双线。这边先就是先轻轻重胎吧，但只能说马路人口是拉得很快的，这个八个兵营补兵的速度很迅速，四倍强兵啊！嗯。四矿再盖，哦，换了一个位置，这边硬点，哎呀，啊，点掉，但是其实有换到很多枪兵，其实马路被撞了不少，嗯，看起来 Sola 目前为止还要咬住哦，本地兽血也在下。嗯，科技也没有落后。哦，马路主力部队绕了一下，要来打这个六点钟的矿区。这是个二攻二防的 timing 哦。嗯，他对面的二攻二防其实也快好了。哎，上面的两个坦克好像没有架得特别的好。移一下，移一下。对对，移一下。对对，这里，然后可能要留一些哦。这边狗直接穿啊，但是家里面有一波兵。哇，卡在硬霸点，不过有后手，这位置蛮恶心的。我收了，要冲了一个包夹。但第一时间毒爆，第一时间协同好像没有做的特别的好。再走，再走，再走，再走啊！协同没有到一百分。所以让人类跑走了。哎、欸，但是这船会不会回不去啊？哦，没事没事，回去回去。枪兵滚毒爆，枪兵好多，坦克架起来，卡在这一个位置。坦克数量其实是没有很多。然后就是用这个大量的枪兵去打这个输出伤害，好，直接冲，冲上去，哎，这样直接被冲开，哎呦，不行哦，不行哦，架在我家楼下，真的，坦克数量不够啊，这阵地猥琐不起来，不是忘记他有一台解放者在收拉二矿，应该是有点忘记，太忙了。各种提节奏，
开始双倍的在出这个坦克，要把坦克的数量给追起来，等下比较好去 push。哎呦，哎呦，完了，还好没掉，好危险。下面这边，枪兵再来，可以要甩狗吗？哦，这是阵地比较深一点。一条龙的黑蟒也出来了，这内船还是掉了。好，一把樟木毒，把第一波坦克给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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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克都误了，坦克一点伤害都没有。解放加起来，左边的狗吃光，我还是解决掉人类这一波推进了。把坦克跟解放者都换掉，这几波 Sola 都冲得不错。嗯，哎，但是后面的毒爆来得及跟上来吗？变得出来吗？哇！打针，后面被炸光。哇！我卡了一个位置，还吃了坦克建设，有点痛啊。前面数量好像不太够，三个兵营来到11 BB。超级多强兵，但是对面出了九只盾翼兽，所以这个枪兵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所有事情了。赶马路应该要装鬼子吧？嗯，那三个兵可能是直接挂科技实验室啊，对，把科技实验室也挂起来，有点压不动了。对啊。我们要来长期抗战了，那过不去有过不去，对面已经有遁地兽了。我两船兵去左上角，开始出鬼子。哦，被兽了，抓到了。哎，哦，这边收了遁地兽，直接进攻到马路的伤矿，要直接埋下来了吗？可以哦。哇、哎！我觉得马路这一波非常危险，要直接打穿了。马路这边非常危险，抓到马路在转鬼子的一个空窗期。哇，这个毒爆太多啦，被直接。这一场只能说 Sola 在每一边的防守其实都做得还蛮到位的，他每一波冲阵都有办法冲开来哦。嗯，就马路是用这个多兵营的枪，大量枪兵的压制，但是对枪兵，但是这个节奏没有如他想的成功的把节奏带起来。被索拉化解的还蛮漂亮的。也是前面其实马路也没有伤害到索拉什么经济啊。对啊，他让我想到 TY 说的一句话。人类有很多进攻手法，不过对于虫族来说都是以卵击石。都是笑话。
把兵营直接堵在了二矿口这里。地图是来到了 waterfall 右上角，一点钟红色的是 Sola， 左下角七点钟蓝色的则是马入。Sola 已经2-1了，今年能不能够战胜马入，就靠这一场。战胜这个最大的心魔、啊。马路是直接用出了他刚刚第二场获胜的开局、啊，作为一个两兵营跳死神，这么喜欢用这招，能赢就是好战术。我以为他打收了反而会打得比较透一点。啊，这几场都是以骚扰为主。嗯。因为我觉得你感觉心理层面上面来讲，收了打马路应该会比较被动一点。对，心理压力比较大。对。这场是一样出三只死神，然后就转回 BF 科技。跟刚刚第二场一样的开局。哎，这边哦，转了一只工兵。转了一只工兵。但是 OB 界面怎么不会跳农民击杀、啊？哎、欸，要两只才会跳。哦、我太晕了。平常也不会，平常也不会看 OB 界面。哇，这后虫被点到残血了，好危险呢、欸！好危险呢、欸！好危险呢、欸！哦，哇，死神也都残了，保护得很好。面军工厂也好了，看看这一场还是投地雷吗？这场看起来是不投了，直接补到三兵。哎、欸，哎、欸，他难道出？暗送西域港怎么又转回啊？出隐形女妖哇！他这么飘逸的吗？对啊，这个他各种花式、欸，开明的隐形女妖，他想打一个时间差。他觉得对面是高手，对面是高手，对不对？就会省钱，省钱就不会跟包子爬行虫，因为第一时间太明就过了。是高手。算得很准啊。真的有点飘逸耶。马路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飘啊？风飘飘，西飘飘，为什么索拉现在四属四公兵一直在爆狗啊？他完全不知道马路在干嘛、啊。哎呦，开始刷工兵了，闭着眼睛打，先爆一波兵，然后暗窝卡个位置，全部飞起来。发现嘿嘿，没有豹子爬行虫 ，surprise surprise， 我来了，我就知道可以削到你这只老狐狸，想不到吧？我就知道可以削到你这只老狐狸，
我开始疯狂的屠杀，我打得好开心。这个后场还要再来工兵，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尽量救啊，尽量救，看能救谁。救一个是一个。哇，一台女妖就杀了十只工兵啊、什么意思啊？这个第二时间按的女妖、这个、正面的狗头怪又进不去。对啊，第二时间的这个女妖在马路只出一台哦，马上要接两倍医疗亭。对，他这个隐形女妖就是专否他，这就是来阴他的、哦，真的。哎，两团兵下来，发现哎你也没试矿，好、啊，先清一下同台、那我就放心了。反正对面也没试矿，打一打再往上投。哎呦，好了，直接选择先再走。这边推出来，哟，这波蛮大的哦。马路是没有三基地的哦，那这波必须要推下东西哦。这波 Sola 很难守啊，但好处是不是好处 ？Sola 是前期有爆一些兵，但是现在如果卡一个这个位置的话，刚刚毒爆速度现在才三分之一而已，哇！被卡一个不舒服的位置，这个不舒服的位置已经架起来了。一定要用包的。他想先去截后援。他打算先去截后援。他先去截后援，先截后援。然后来一个超级大包，因为马路也想好了，你看他分了一大批的枪皮在后面，而且是卡了一个位置的哦，卡了一个位置的枪皮。先上来，他不会把毒爆冲到给点了吧？他不会把毒爆冲到给点了吧？冲上去了，这边毒爆库数还没有好，完蛋。哦，已经没了，完了，完了，枪兵茫茫多。没想到怎么会有一台女英雄你又飞进来，只能说马路真的打得很聪明啊，好飘啊！如果不是这个英雄，你要有帮他打出这个经济差距，然后再加上说了前期就已经为了提前爆了兵，然后经济原本也没有到特别的好。搞不好这一波也不会长这样。来看一下地图 ，inside and out。地图的左下角这边先从蓝色的，那选手马路要去野兵，心脏就是这么大颗，决胜盘野兵强行波万，而且 Sola 是很不会守野兵营的。难道就是要这样子打破 Sola 的心吗？右上角一点钟是 Sola， 哇，这个两个直接封桥哎、欸！他直接也这重组拉弓兵也解不了，真的。
你好，封路喽！啊，是野一个两兵营了，直接前置。心脏有够大的、啊，决胜盘还野兵营。可能对他来讲，野二 BB 就不会亏，就不亏。野二 BB 只是个正常开啊。对，这应该是可以看到，但是看到这兵已经好一半了。看到也就是看到了。但这里的唯一缺点就是这个工兵需要绕一圈。对。哦，来了，工兵 stand by 了。是我第一时间拉出工兵。哎，哦呦，残血工兵走喽！突破自我！谁说我不会守野兵营？现在工兵还没有死哦，现在工兵还没死哦，但感觉很快就要死了。先逼退这个碉堡，先逼退这个碉堡。其他工兵要不要回来？其他工兵要不要回来？想要包是不是？要一个包夹，要一个包夹。哎呦，碉堡好嘞，狗出来了，哎，包得住吗？好，可以哦，还在甩，好，碉堡应该是进不去，好像守的还可以，这碉堡要不要取消啊？取消。取消。我没有，我觉得对他感觉好像守的还可以，但好像回到原点。有人要回去回家睡觉了。哇，这有点亏，大家不能接受，真的。哇，尴尬。多死了一只王虫。啊，兵飞进来侦查。强行往里面飞。飞起来。我要接个空投火车啊，有突然好想吃鸡丝面啊。怎么会这样突然想吃，好饿哦。哦，又站起来是不是？我们还是想一些早上会卖的东西好了，鸡丝面，再忍一下就中午要中餐了，再忍一下就中午了。这个前面打完这个 BB， 后面再接一个站起来的。马路投完火车之后要马上接火车人。开烧！哎。要被上了六个啊！还没有反应，好痛！得六工兵，好痛！痛啊！要站起来！要来了！要站起来了，朋友！烧虫胎！来啦！贴着后头站起来！哇，没贴到。后面跟枪兵，这边狗没有办法上去哦。哇，的后头拉的不错。有散展开，注意要加爆，要加爆。要减掉啊。但是防守不是问题啊。看一下后虫能够死几只。继续甩。死了一只。有没有机会再杀第二只？解放者进到虫族主矿了。哎，但是爬行虫这边是没有扎根的。主矿完全没防守啊。
死了第二只后虫，第三只后虫也要死了吗？第三只后虫又死了，又死了五只工兵，主矿直接经济瘫痪。杀了三只后虫，五只工兵，主矿完全没在采钱。然后人类的三矿盖到一半，打针在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啊！是不是虫族亏了？虫族亏，虫族好像手亏嘞。人都后虫啊，然后工兵还被解放干扰到，没有办法采矿。这个没有采钱的时间有一点长。零零总总加起来好像有点亏。哇，又要来空投火车了，马路的节奏很快啊，不给收，不给收了喘息的机会。嗯，等一下直接往里面丢。哦，我这边要直接放一个包子爬行虫，但是二郎直接不理你的，烧了两只，又烧了六只，这边还在烧，哎，这一场怎么点的这么准啊？怎么烧的这么厉害啊？哦，还卡了一个位置，我天！哦，还卡了个位置变火车了，我天！这狗还解决不了啊，需要靠后，又拖了一点时间，又死了八只工兵。不舒服欸，我这次开出自己的三矿，这三矿要先赶快营运起来。我收了的工兵数量还是有维持住的，嗯，还是有75只工兵，而且收了的科技好像也没有落后太多，就是收了科技有咬住，好像还行欸。赤子兽血要好，同时这边有四个矿，五个基地，四矿也算顺利开出来。嗯，先扫一下虫胎，把四矿这边的虫胎给清出来，好，再起来，再起来就算了，还用那个战狼吸了。换了好几颗毒爆，对啊，吸了一些毒爆。虫胎限制的很厉害哦，这一个半边的虫胎都已经不见了。好，离心虫钩升级完成，收了，有把这个，收了，有把这个石头打掉，开比较好冲。被吓到这怎么打？真的。哎，后虫，后虫，后虫，救救他的后虫，救救他的后虫，收了卡人口了，红人人口很不舒服，而且这边还有五颗气球等着你打。那时候卡，关键时刻卡人口、啊，卡了可大的了，又死亡虫，这边收了直接换家了，丢了一大堆狗，直打亡龙马路家，可是自己家里面也完蛋了，进入一个换家局面，守不住啊，换家换家换家，哇，可是后虫会再死哎、欸，我、哦、要不要回来包了？要包要包。要包了！马路直接散兵，躲掉了毒包，毒包数量不够，毒包数量不够。枪兵缩在旁边，被冲开了，然后直接再走，因为右边的枪兵啊，马路没有救右边的枪兵啊，哎，这边失误有点严重。如果他刚刚第一时间右边枪兵有回来一起帮忙的话，可能收了还打不赢。可是现在毒包来不及变了，怎么办？没有毒包。没有四矿，没有毒爆，然后危险。马路现在三矿又回去踩了，狗要死光了，狗要死光了，狗耗完了，狗要死光了，没有狗了，没有肉盾了，毒爆数量也不够啊，岌岌可危。在外他们滚不到马路，没错没错，岌岌可危。哇，坦克又架在这个位置上，工兵又在死。哇，索拉现在的战斗，他急需要战斗单位啊。他需要战斗人口啊！他只剩下这些软趴趴没有用的赤蛇啦！我的天哪、啊，狗要死光了！
还是无法战胜心魔啊！啊马路的二攻二防也跑了、啊，坦克又继续往前去了。啊，工兵又在死了，卡了一个位置，上去把毒爆给赢掉，没有毒爆了，剩下赤蛇是真的打不赢这些枪坦的。赤蛇要死光了，拉出了20人口差距，这个包五中就还是没有办法赢下来，打出了GG。恭喜马路以3-2的成绩击败 Sola， 顺利晋级到四强哦。哇，就差这么一步，今年最有机会的，又差临门一脚。这个 moment 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赢下来。马路最后也把心脏非常大颗的放个两兵营，后续还借了这个火车人套餐，在中间的这个枪坦推进是直接把 Sola 给推没了。啊，好不容易已经过了第一关，想说2 BB 守的还可以。相当可惜啊，但那真的是，不过已经有看到 Sola 的进步了、欸、以前2 BB 就是直接死亡。真的打出一片风采，打出一片风采。好，那我们也是迅速的跟大家来回顾以及预告一下，今天总共进行了8波舞。那我们就只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八强的部分。八强在上半区的第一组哦，邦尼是3-0的 Nightmare 哦，晋级到了四强。那另外一组重做内战 ，C 罗是3-1啊，打赢了 RNK。所以四强的上半部呢，就会是一个人打虫的对决啊，帮你对上的是 Zero。那下半部的话，小 Hero 刚刚是3-0哦，非常快速、哦，旋风般的是直接击败了这 H。然后 Sola 刚刚很可惜的是2-3输给了马入。所以四强的下半部呢，就是哦，这也是一个、很夯的对决啊，小 Hero 要对上的是马入哦，一个人打神。世界最强的神族对上世界最强的人类啊！没错，哎，这个对决在上次的那个决手上面也是有看到，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刺激，节奏很快，嗯，能够再看到一次，相信也是非常的精彩。这四强的话，就有两个人类，一个神族跟一个虫族组成啊。最后的飞寒希望也是在上半部。Thank you very much, guys.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亚特兰大的比赛呢，会是在21号的凌晨2点。21号的凌晨两点来进行，那就是请大家届时再准时来锁定了。非常感谢凯文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讲解，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就晚上凌晨两点再见。我们现在把时间留给晋级到四强的马入，大家晚安，拜拜。아올해 bye bye. 결승만으로도벌써5번이나갔었는데이번아틀란타에서도4강진출한소감한마디만해주세요어너무오늘힘들었어가지고너무다행인것같고이렇게또높이올라오게돼서기쁩니다 You know, today was a really hard and long, arduous day for me, so I'm so happy. The fact that I'm able to go so far in this tournament and make it again to the semifinals, I am very, very happy about that. And now in this series against Solar, in that first map, we saw that he had some amazing defense against your Blue Flame Hylians, and then he made that transition to Mutas. Did that catch you off guard a lot? 1세트 때 지옥불 화염차를 잘 수비하고 그 강민서 선수가 이제 뮤타로 바꿨는데 그것 때문에 조금 당황을 하셨나요? 뭐 당황하진 않았고 제가 화염차로 별로 못 털어가지고 사이즈가 별로 안 좋았는데 그것 때문에 진 것 같아서 당황은 안 했던 것 같아요.
I wasn't really taken aback about the Muta switch, but you mentioned the Blue Flame Hellions. I think the fact that I wasn't able to get much damage done with them was the real reason why I wasn't able to win. And now it went all five maps. On that fifth map, you started with two Proxyrax, and then, you know, the game started going, and he was trying his best to defend. At what moment did you realize that you were moving forward to the semifinals? 이제 5세트 때는 이제 전진 입양형으로 시작을 해서 강민 선수가 최대한 수비를 하려고 했었는데 어느 순간에 아 4강 진출을 했다라고 생각을 했나요? 솔직히 투베럭 지어지고 상대 선 앞마당이었어가지고 그때 조금 기분 좋았어가지고 그때부터 조금 직감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So he says, once I made my two racks and I went and into his base and I saw that he went hatch first, I think it was at that moment that I thought, yeah, I'm going to the semifinals. And now in the semifinals, you are going to be playing Hero. I spoke to him earlier. He was very honest with me. He told me that he has no thoughts on getting revenge against you and that he didn't want to play you.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facing him again? 이제 4강에서 김준호 선수를 만날 건데 아까 전에 인터뷰했을 때는 김준호 선수가 이제 복수할 생각 전혀 없고 만나기 싫다고 했었어요. 이번에 다시 만난 기분이 어떤지 얘기해 주세요. 솔직히 준호 형이랑 하면은 깨끗한 게임이 안 나오거든요. 그래서 조금 준호 형과 재밌는 게임 될 것 같아가지고 그냥 재밌게 했으면 좋겠어요. So I've noticed that every time I play against Hero, it's never a clean game. I feel like the series is going to turn into a fun game for Hero. Honestly, all I hope is that it'll be a fun series for everyone that's watching. But for now, Maru is headed to the semifinals here at the DreamHack StarCraft II Masters Atlanta. Kalaris, back to you.